大家早上好，我们都是夜猫子。昨天晚上跟我婆婆他们聊天，聊了将近2点钟。然后呢，我老公胃不舒服，昨天吐了，然后一直弄到凌晨4点才睡觉。现在11点半，11点40了，早上我婆婆他们起来了，我赶紧下楼看看去。鸡蛋煮好了，我准备的鸡蛋。吃早饭了。呀，good appetite。咋个？你好。一样，哎，吃吃吃，我们在做饭呢。今天吃火锅，看这是我切的，我回去再做虾滑。这个是猪里脊肉，这是牛肉，然后这个是猪颈肉，然后蘑菇拼盘，丸子，然后等会儿还有这个。泡泡豆腐泡，看看开始吃饭了。看这边，吃饭吃饭吃饭。Good appetite。Good appetite。好不好吃？小林好不好吃？桂丽好不好吃？这是第二份，这个是一盒，这个一半就是一份，一共4份，两份羊肉，两份牛肉，已经吃完了，是吧？对呀。那我们吃了，我婆婆说辣辣辣，但是还拼命吃，说好吃啊。吃好了，妈呀，我也也挺厉害的，我吃的挺多的，我都吃肉了，都空掉了。开始了，甜点、面包、奶酪、schnapps。咱开始吃蛋糕了，这个蛋糕很好吃，你等会尝尝，就尝一些嘛，不用就是说，他们老是他们。现在是凌晨1点了，昨天是2点多钟才睡觉，太晚了。祝大家晚安吧。这小猫在这睡觉吧，在这睡吧啊。悄悄，悄悄悄。